真的，这次改版以后啊，以后就 PK 就只能看精彩哥 PK， 什么女拔都是浮云，让你们唤起你们那种对于 PK 的原始欲望，那种啊期待每一回合龙宫群秒的暴击弹啊，可以17000血2500防，杀人方寸能干得动吗？还是能。我觉得血啊到达一定数量以后的话就没什么太大用了，用防御让血变得更有质量才是关键。好了啊，不需要打符，因为满符。老王三千血的时候缺的，我说三千防吧，那方寸还在吗？余生孤影干的就是你，你瞅啥？我出完，我跟你讲，我出完蛇你就只能等死了，兄弟你知道吗？我看你怎么封我，你封我啥？顺势牛逼，顺势服气没毛病，打我690还是很疼。起纸人混元伞他加不了血，宝宝先贴好了，有封这2把血一个，抓紧时间。好，混元伞起来，对面再起一个啊，100%封印的那个啊，增加封印几率的一个技能。咱们这回合是被解封的啊，这回合咱们啊，我觉得起个塔准备精清，我觉得这回合他是啊催眠，不催眠我的，他应该封我失魂，下回我精清，然后他封不中我反手啊失魂，我一猜你就失魂，我都没拍自己，操。兄弟你不行啊，怎么封不中的，我靠。他这把应该是催眠我，他这把应该催眠我啊！好，姐妹们还有风车没有刷，姐妹还是失魂，我封中了啊！出了个合击1点血 ，OK， 血赚啊，全是细节。这把精清啊，这把精清啊，宝宝接着贴自己，完美啊！我操！我慢点操作啊！这回合慢不慢的操作无所谓了，他的愤怒应该没了。对面计算的太精准了，我他妈起法宝都能算到啊！他给我封了一个禁用我法宝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再他妈笑我，我就服啊！你再笑我，我就服！我操！他妈的，人工智能吧！我他妈的要哭了啊！防御吧，防御吧，不说话了，稳住。刚才第二回合没想到他没封中，咱们只有赌。哎，这把还中了把无魂啊，没带七宝是吧？下回合啊，解封了啊！下回合一定要把千年神美招出来啊！牺牲召唤兽啊，宝宝贴，催眠我，别失魂我。好了，兄弟们，幸运风车还是失魂中我了啊，很难受。下回合他又要效力了啊！我起纸人啊，我赌他不效力。因为这回合按道理我一直应该精清啊，他100%效我，对不对？他有塔应该还是够笑的。好了，风车最高，你看看对面其实还是应该不是魁平啊，我觉得啊咱们想太多了。法宝带错了啊，5局3胜，你再赢我一把你就真的赢了。好，我们去调整一下法宝啊，用一下缩地尺。哎，打 PK 没法带六康风啊，他要是有一个特技，有那个特技就好了。后面的话 PK 我们就不管了。哎呀，我操，还失败了！啊，恭喜后海抽中了一个一路了，咱系统。